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再次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看见哈，在大卫的一生里面，他经历过很多的起起落落啊。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英勇的在征战的一个小伙哈但是在他掌握王位的时候，他也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也犯了很多的罪，后面呢也真的是众叛亲离而且还要与自己的儿子来征战，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在大卫的一生里面，他常常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那就是抓住神的应许，依靠神，仰望神，回转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今天也请我们真的是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仰望神，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话语。撒母耳记下18:1-15，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王为亚撒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撒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亚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亚撒龙，将他杀死。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样的撒母耳记下的18。我们先看1-2，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
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的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卫其实已经到了与自己的儿子哈决一死战的时候。在之前，大卫是非常落魄的啊，在自己的儿子约儿子这个追杀之下哈，到处的这样的逃跑啊，其实又回到以前的那样一个境地哈，在扫罗的手下被追杀的境地。但是呢，我们看到哈，其实在这个时候，战场已经开始有一个回转。一个是亚西多福已经真是自杀哈，所以说他的儿子这个重要的谋士已经没有了。另外呢，户筛在这个他的手下哈，他儿子手下哈，已经是做了内应哈。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大卫决定起兵跟自己的儿子决一死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大卫的力量其实是还是比较弱的，在之前一直是在逃跑，这个时候他决定要跟自己的儿子征战，他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在第二节的时候，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个是在约押，一个是在亚比筛，一个是在加特人以太的手下，也就是说，他有三个善于征战的勇士来跟随他。忠心耿耿的勇士。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不再像那样以前是逃避这个沙场哈。他在这里对自己的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意思是说，我愿意你们与你们一同这样的征战沙场，我愿意你们一起流血流汗这个同进退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是大卫是要给自己的这个手下哈一个这样的鼓励哈。他的军兵是怎样回应他的呢？军兵是这样说，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这些军兵啊，尤其是这三位勇士哈。在这个大卫的面前说你且在后面在为我们在后面这样的鼓劲儿，我们战死沙场是我们在前面征战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三位勇士说我们愿意为王摆上性命。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王愿意为军兵，军兵呢愿意为王，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临战的一个气氛哈，就是一个完全合一的。这样一个气氛在中间，所以说呢，在第5节第6节和第7节第8节，我们看到哈，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最终取得了胜利。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哈，征战得胜，征战的胜利不在乎人数的这个多寡弟兄姊妹们，如果要征战得胜，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是合一，合一，没有合一，其实这个仗是没法打下来的，尤其是在力量弱小的时候，这个仗是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的。我们求主也是恩待我们，当神如果要把一个祝福要赐给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合一比如在一个家庭里面，有家庭里面有这样的5口人、6口人，如果父母和父母之间是天天争吵的。如果兄弟姐妹之间如果是这样的不合一的，是这样的互相增进的，这个家庭没有和睦，就不要想这个家庭有什么发展。在一个公司也是同样的状况，如果说公司的每个人都很能干就像这三位勇士一样，就像大卫王一样，都很能干，都知道自己的才能，都可以抵挡一方。但是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联络，只是互相的争自己的利益的话，我们不要说这个公司有什么发展，同样在我们教会也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如果教会如果发现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没有合一，就会有跌倒，就会有破口。所以说，
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求主今天真的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教会赐下合一，赐下神的祝福。好，我们继续来看，在第九节，是说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这时候他们征战的地方是在一个密林里面，这个地方呢。我们相当看到哈，其实亚沙龙虽然手下的人众多，军兵众多哈，气势很强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骄傲，认为他们一定可以征战得胜。但是呢，大卫的手下虽然人数少，但是呢，都是经过这样的有战争经验的一群人。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密林里面征战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手下是占优势的。那当亚沙龙看见大卫的仆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在丧胆了，所以他这个时候骑着骡子哈就要逃跑。这里就遇到一个很有点这样的奇妙哈或者搞笑的一个场景，那就是说亚沙龙被他的头发哈被树枝绕住了，比如说悬挂起来了啊，悬挂起来了，他动弹不得了，所以说这个骡子也离他走了。就挂在那里。那后面我们看到哈，后面的章节的时候，10节一直到这样的1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有人报信给约押哈，说这个亚沙龙已经被挂住了，这个约押就鼓励他说，你应该把他杀死。那手下的人就惧怕大卫王哈，所以说就没有去杀。那这个约押了自己就冲上去把这个亚沙龙给杀死了我们看到哈，亚沙龙死的场景是很有戏剧化的，就是被头发，他死在其实死在这个头发上面哈。在撒母耳记下的14章25到26节是这样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瓶称一称，重200舍可勒，所以说当时亚沙龙哈在以色列里面是非常帅的，非常俊美的从脚底到头顶没有瑕疵所有的人都会称赞。如果说从外貌来讲，他是胜过当时任何一个人的，尤其他最夸赞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头发是重。200舍可勒，200舍可勒按现在我们算哈，大概相当于2公斤，也就是4斤重哈，是非常重的一个头发哈。这是他非常夸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偏偏呢，他最看重的、最夸耀的事情，反而成了他致命的弱点我们今天看到哈，他的头发，然后呢被挂在树枝上，他最终因着这个原因死掉这说明什么呢？如果从属灵意义来讲，哈，今天如果我们过分的来追求这个属地的我们某一项的优点，如果说或者说我们属肉体的某一项优点的话，我们往往的时候容易在这上面跌倒。我们看我们这个现今的社会，很多的人特别的注重自己的外貌。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漂亮、很帅，我们过重的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往往在这一方面。会很容易跌倒。我们有的人很容易看重自己的这个才干哈，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好这个方面很有能力，这是我的强项，不靠别人我也可以行，不靠神我也能够完成。常常的时候，最后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生出骄傲的心而远离神。或者说，有很多人夸口自己赚钱的能力。觉得自己很会赚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最后呢，常常在金钱上我们会跌倒，或者最后堕落
而远离神。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常常的要警醒我们自己，要顺服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有什么不是从主所领受的呢？当夸口就夸口神的荣耀，夸口神的这样的能力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谦卑下我们自己，来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生命的光景。主啊，主啊，求你来亲自的来对付我们，来对付我们那些我们常常夸口我们自己身上的那些优点。主啊，看我们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常常的要谦卑在你的面前，顺服主你的旨意。求你来引导我们，看顾我们。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